下一个动作，双峰汗肌力，我做一遍。下面我分式降阶这个动作，上拳垫脚，向右后变螳螂狗，峰会伸右侧，高于肩平上螳螂狗，狗顶朝上，推变汉鸡式，向右拽腰拧胯，目视右狗。下面我讲解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向中门攻来，我上拳垫狗，右手封对方手腕，左手扯肘后，向右下垫汉鸡步，裸断属于顺手开扬一类的手法。下一个动作名称，回身双劈打，我做一遍。我分式降阶这个动作，左脚落膝，腿变小登山式，左狗变拳，向上向左侧方劈打，上右步推变小登山式，同时右狗变拳，向上向下旋臂向右侧方劈打，左将负于右肘内侧，右拳也朝上，推撑代步。下面我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是身后打来，我纵身坐椅，左拳自上而下劈打中门，震右步躲位，管制对方退脚，同时右拳自上而下力劈中门，一杆到底。下一个动作名称，左风右补脆，我做一遍。下面我分式降阶这个动作，左脚向左前上一步，左腿独立，右腿提起，同时左手指右臂外侧向外向上分起，右拳向上向上向后，属于腰间落右步，右拳向前击出，推边带步，左脚负于右肘内侧，右拳身操作。下面我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这上势，对方向我击来，我迅速垫步，将左脚踏进，踢右膝防住中门，落右步拐住对方腿脚，左手自右肘后分出，隔开对方攻击之脚锁，右拳同时
向右上挂贴，叫称对方造修工来叫说顺坐，以右拳发呼来劲儿，呸，攻击对方左门和圆外部位。下一个动作名称，右勾左错碎，我做一遍。我粉饰降解这个动作，右臂外旋，右拳变桨，向右花虎变螳螂钩，分会右腰间，同时纵身后移，腿变做旱鸡式，做桨变拳，向前方击出，高于门庭，目视前方。我再做一遍这个动作，下面我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接上式，我右手分出对方攻击之手，左脚向前垫步，推变旱鸡式，同时右勾后带，左拳前捅，拧腰发力，趁劲击出。这个动作是个特有拳法，叫错碎。《螳螂拳论》记载，素与错脆，物交不破。这个动作在运用当中要灵活运用，比如说你可以左脚向左撤步，向这个方向击打，也可以调一个方向击打，拧腰转胯，形成里偶对称爆发。下一个动作名称，左右连换劈，我做一遍。我粉饰降解这个动作，向左转腰，左拳变桨，向左向后挂会，掌心朝里，掌指与门同高，右脚向前进步，推变小登山式，随之左掌向前劈出，掌指朝上，纵身后移，推变旱鸡式，左掌向左后挂会，同时右拳变桨，臂内旋向右下劈出。下面我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上派击来，我左臂内旋向后挂挡，随之进步力劈对方面门，对方上脚我垫步撑旱鸡式，右脚关住对方左门，转腰拧胯，右掌劈击对方裆部，下一个动作名称，击阵玉步九，我做一遍。下面我粉饰降解这个动作，
右脚向颤上步，推变手蹬三式，痛四。右脚扁拳，曲颈向颤向坐，大盘九。左脚负于右拳刃球，目视前方。下面我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我先出对方击来拳脚，攻击对方下盘，对方空心躲闲或下低坤，头部鼻眼靠近于我，我迅速进步，关注对方。以右盘肘及对方肋部，下一个动作名称蹬锤鸳鸯脚，我做一遍。下面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。左拳向上向前变蹦锤，蹦出拳身朝后，这个拳法不加作风，左手不蹦，为了增加攻击速度，只是以蹦锤攻击。上身后移，左脚落势，右拳包于左胸前，痛刺起鸳鸯脚，向左前落步，痛刺右拳变僵，颈腹前向右下滑弧，掌姿朝下，掌身朝后，左掌负于右肩内侧。下面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我以盘颈攻击对方肋部，对方用手脚架，我不加作风，直接右拳蹦打对方头部，对方上脚我蹦锤，我趁势向后切身，右脚攻击对方裆部，然后向左前盖步推变于踝式，绷住自己门户，右拳变强，颈腹前向下滑弧，防止对方攻来修脚。下一个动作螳螂双臂擎，我做一遍。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。左脚向左前拳步，同时右臂细腰向右转向下滑弧，右脚向左脚前盖步推变于环式，右掌及时向上向下滑弧，向左步推变汉击式，左掌心朝上，右掌心朝前，双掌同时向上发腰劲儿，打螳螂双臂擎，然后再上提后移，双掌撤回，便呼走于其左前上方。这个动作
我从反方向做一遍。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我以右手脚站对方攻来脚速，左脚向左前全部躲开对方正面攻击，右脚向右后头部，即使射开对方攻来进发，向左步关注对方下盘，以防攻击我下盘，右手拿地引就后坐将踩对方肩膀地方往外发劲，下一个动作名称深步射圈锤，我做一遍。下面我分析讲解这个动作。左脚踏实，右脚向右前花弧上步，同时左手向左缝，右手将边圈锤向下向上花弧经左方打右圈锤，左脚负于右腕内侧，头似后方，头向右转，目似后方。下面我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我以螳螂双臂擒，将对方击出，或者对方向我外门拽去，我左手歪风向右步关注自己门户，右拳拳打对方头部。这上一个动作从这个位置开始，这是一个什么步法？叫弹花步，螳螂拳里面特有的击击步法，向左上步，倒叉步，还击式打双臂擒。对方逃出，我向右前垫步，稳住门户，打回原来位置，弹花步。这个步法在这个地方上左步，他右步，同时可以向前盖步，调整与对方这处的距离感。下一个动作名称鸳鸯脚必修，我做一遍。我分析讲解这个动作。右拳变将向右后变螳螂钩略锋，左将位于右肩内侧正直翘上，右脚同时向右前方踢出，向左前方盖步成鱼贯式，双手经腹前变螳螂钩，左脚提起位于右膝内侧向后落步，同时双手经腹前向左上花弧变螳螂钩，向右拧腰转胯，双手
仅坐二车，向右侧下方批出必修害地利这个动作。这鸳鸯脚必修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我讲一下。我打沈布射偏锤，对方掏出我趁势右修，本踩对方攻来秀发，右脚攻击对方裆部，向右后盖步，防住自己门户，起坐膝，落坐步，想坐转腰，封住自己下盘，放置地方，以退法向我下盘攻击，上螳螂钩挂出，顺势向后撸，上刮面，向右侧做必修式，拐至自己门户。下一个动作名称，震步劈宗门。我做一遍，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。右脚落膝，左脚探起，双脚变拳，裸带狗拳、猫拳，随时向身体腾起，双臂向前提起，落步趁右带步，双拳向前下插出，下面我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我用旱地式代替管制自己门户，实际这是一个螳螂空打动作。对方向我攻来，或者上修向我上派攻来，我身体身子腾起，右拳或左拳向上同时提起，对方攻来秀发，我左步接右步，关注对方下派，上修自上而下插击对方宗门。螳螂拳逆修套路第三段，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螳螂拳逆修套路第三段，我把下面两个动作名称说一下：蹬锤鸳鸯脚，会身扑擂打。把这两个动作我连起来做一下。下面我分式讲解这两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蹬锤鸳鸯脚。上身略抬，左拳变掌，向上向右下方变拳，右拳经胸前向左上方蹦出，拳身侧后，纵身后移，右拳抱于胸前，左拳变掌位于右肘下方，同时右脚向右侧方踢出，同时右脚向右方踢出，同时快速收回，右拳打开，
坐劝驾驭透厢房，下面我分析降级，下一个动作会审普雷达，则上市右脚向前迈步，推变小灯三式，透刺右劝向右劝冲出，坐脚赋予右脚内侧，劝言向上，目视前方，推秤带步。下面我连起来把这两个动作的攻防含义讲一下。我硬皮凿门，对方下脚透步鼻眼靠近于我，或持球攻击我上部，我作风又蹦锤攻击对方透步，对方鼻眼上脚，我则起右脚攻击对方裆部，迅速向右落步，向右左转身攻击对方向我攻来之地及其内部。下一个动作走马钓坐钓鱼，我做一遍。下面分析降阶这个动作，坐脚向右脚前盖步，推变于换式，痛似坐掌变圈，自右脚下向胸前包出，右脚向左脚前盖步，推变于换式，振左脚推变于环式，上右脚推变于环式，共走四步。次四上提左转上劝痛动，右劝下急，左劝上格，左脚抬起撅着勾起做钓鱼状。下面我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我普雷达低音总部地下脚，我则进步攻击对方向我逼来的步伐，进右步避其后退，上左步继续往前逼近，这个步就叫避步。上右步，对方在退不及的情况下，我上格下砸，起右脚钓鱼，起对方脚跟，是对方挺跌。下一个动作借海灯塔桨，我做一遍。下面分析降阶，左脚落地，右臂外壳坐将扶子打分脚，坐桨自右臂下传出，右脚落地呈倒蹬三式打灯塔桨，灯塔桨。我从反方向做一下这个动作。
下面分四教节，左脚落地，右脚打灯塔脚，及对方面门或右肩内侧。这就是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为保持动作的连贯性，我把下面内性鸳鸯脚、转身会马鞭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分四教节，向右转身，左掌变螳螂钩，向右后风，同时起右脚，落右步，内性鸳鸯脚。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就是：会风向我攻击，身后攻击过来的地方，下面鸳鸯脚攻击对方下拍，这是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我再做一遍，下面降解转身会马鞭这个动作，向左脚推变小灯三式，同时右勾变拳，向前花虎，左掌经右臂外侧向前拆风变拳，右拳花虎向左击出，拳身朝后，力点在右小臂内侧到拳内这个地方，左拳位于右臼内侧，让拳臂向外方向弯曲。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从我背后攻击，我进左脚管制对方脚跟，以左手踩住对方攻来手法，以右各脚挥击对方肋部或者肩臂处。下一个动作名称，玉女敲鲁秀，这个动作我做一遍。分四降阶，这个动作向左转腰拧胯推变玉环式，同时上拳变螳螂钩，右拳向下，左掌向上，右掌变螳螂钩，向右后风，左掌变螳螂钩，与头左侧上方，右向沿向右方向平刺。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我以会马鞭击打对方肋部或者是肩外侧，对方脚架，我顺势两手擒拿起脚架之手，做顺手牵羊式，擒拿子，这个动作我做一下反方向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名称，爱打群力腿，我讲解一下，做一下示范动作。分析讲解一下，步伐不动，手劲不动，
右脚向右踹法，一侧脚脚尖踩起来，踢击同时向回收回。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就是我撑住对方双臂，对方下盘门户打开，我顺势用腿攻击对方掌部，所以这个名称叫翘打群力腿。下一个动作名称螳螂双峰下，我做一下这个动作，降阶这个动作。若右脚纵身右移，双螳螂钩向下颈腹踹画弧，向右上峰会，做顺手牵羊式。下一个动作名称会身右臂袖，我做一下，讲一下这个动作。左脚向右脚后擦步，身体左转180度，双螳螂钩变僵向下，颈腹前边钩与左侧上方边螳螂钩向右转身拧腰，双钩经左二侧变僵向右前边双臂袖劈出。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我讲一下。这上势我以螳螂双峰下，将地影甩跌，迅速撤右步转身，做右臂袖，封住自己门户，准备攻击踩来之地。下一个动作名称收势，我做一遍。讲解一下这个动作。左脚向右脚靠拢并步，双腿站立，上身挺直，双脚外旋，掌心朝上，扁拳向胸两旁收回，拳面朝上，两袖靠内，挺胸抬头，双脚跟抬起，双臂内旋，两拳变僵，贴身创下。螳螂拳秘修套路，讲究示范万敌，谢谢。